也是晚上的最新消息，台中港的一处货柜里头居然有一具遗体。今天下午，警方获报，有工作人员在台中港第三十二号码头的一处空货柜里头发现了一具遗体。初步调查，这个货柜是十月底从美国洛杉矶装载之后运抵台湾，而死者呢是一名外籍女子。根据了现场的物品基证，初步研判是美国堪萨斯州的居民。全案将报请检察官商议，并且会通知相关单位持续的追查。